大家有看到招娣可爱的帐篷吗？今天要来教大家怎么制作超简易猫咪帐篷。我们要准备几个道具：衣架、老虎钳、瓦楞纸，然后一把美工刀、束带，然后还有一件 T 恤。首先，我们在瓦楞纸上面先挖四个洞，在边边角角的地方，这个大小。在做的时候要小心猫咪偷你的东西，是要把衣架拆解开，把它变成帐篷的骨架。还好吧，我们的监工有点失控。好，爸爸要开始上班了，直接放入刚刚那个洞的，有一段在外面，这样等一下可以。要把它折起来，就等于是一个勾在外面的样子。后面贴一小段胶带，让它不要滑来滑去的。这个点就是要到最高点，才会有帐篷。接下来就是把 T 恤套进去的时候，你这边会有点难进去，你不要怀疑，就是要拉到这个口是面对前面，手的位置是在这里。后面这一段呢，那你是要把它收起来，下面粘起来，或是在那边绑一个结，像这样子，有没有很简单？你看他迫不及待想要去玩。Bye.